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受不了了。商量一下啊，我们下一站下车行吗？这里实在是太挤了。是我说要体验一下大众的出行方式，但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呢。行吧行吧，你开心就好，能让你笑一笑也不算亏。小心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被挤到啊？没有就好，你别乱动，抓紧我。嗯，你的脸好红啊，是因为我吗？没有吗？可是你的眼睛里现在全是我呀。你别动，要挡住后面这些人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，你再捣乱的话，我真的会撑不住的。不累，只要是保护你，永远都不会累。对不起啊，临时有个文件要处理，我来晚了，抱歉抱歉。啊，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我签个字，耽搁了一会儿。都处理好了，放心吧。哎，等等，作为迟到的赔礼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那就是叮叮特制翻糖蛋糕。我可是特地让师傅照着你的脸做的，怎么样，像不像？啊，丑？哪里丑了？明明很好看啊！我特意挑了那张你睡着的照片给他。这照片啊，就上次你在我办公室的时候，我……哎呀，先别管照片了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再重做一个，嗯。喜欢，喜欢就好。只要是你喜欢的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嗯，